那尽管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收到今年大会的邀请函，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放弃，仍然持续透过各种管道向世界卫生组织明确表达应该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大会的这个诉求和立场。整体而言，我们希望说借由这一次行动团的这些活动，那能够很正确很忠实的表达台湾2300万人民那希望加入这个国际的卫生相关的组织，尤其是 WHO 的这样子的一个意念。长期以来，台湾秉持着 Health for All, 台湾 Can Help 的这个精神，积极对全球医疗卫生做出无私的贡献。例如在 COVID-19 疫情期间，我们对全球80多个国家提供医卫援助。在俄乌战争和土叙的赈灾期间，我国的政府和人民也都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